有趣星星星。今日好开心咧，喺我哋节目里边嘅分享嘉宾咧吓，咁啊就系一位咧男士嚟噶。对香港嘅乐坛嚟讲咧，可以叫佢做一个新人啦。但系咧，如果你成日有睇电视嘅话咧，咁你又会认识佢嘅名字，同埋佢嘅名字好特别嘅，就叫邝瑞克。喂，你好嘛 ？Hello， 大家好。平时啲人点叫你啊？叫阿克啦，或者瑞克。系，或者瑞克咁样。系啦。喂，其实咧，你呢个名咧，我真系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深刻，我好想认识呢一个名点样写法啦。究竟咧系真系每一个字究竟系咩字嚟嘅咧？咁样样首先你嘅姓嗱，呢一个系咪真名嚟嘅？呢个系真名嚟嘅。真名。其实我个姓好特别嘅，因为系好都喺中国内地咧都好少人有嘅，系喺北方。東北嗰邊遼寧嘅某個鎮入邊有個咁嘅姓氏，係咁瑞克呢個字咧，就係、是、因為嗰時我爹哋睇咗一個嚟自捷克斯洛伐克嘅一個小説入邊叫做《好兵瑞克》。咁我爹哋好中意入邊嘅主人翁叫做好兵瑞克啦，咁就幫我改咗名叫做瑞克。就用咗佢个名，系啊，哦，所以名咧就叫做瑞克，咁啊，邝咧就系、是、你自己嘅，真系真真正正嘅姓嚟嘅，真姓嚟嘅，系啦，嗱、不过咧即系广东人咧就比较少姓呢个姓，咁所以咧望落去，咦，好醒神、啊，即刻要你望多两眼先咁样吓，咁呢个究竟系艺名啊，抑或系真名嚟咧？咁啊，今日大家知啦，系一个真名嚟嘅吓，咁啊嗱，阿克咧，咁啊，其实如果大家咧有睇电视嘅话，尤其是咧即系吓呢个亚洲电视咧。都会即系好经常都见到你出镜噶啦吓，其实咧由系咪2009年开始？2009年啱啱参赛比赛完之后就签咗亚洲电视，系啦，系一个歌唱比赛啦，歌唱比赛系啦。咁啊喺歌唱比赛里边，我发觉咧就即系有啲特点嘅。你咧就系好特别咧，初嗰阵时咧分数麻麻地嘅啫。仲系即系好似近近合格咁嘅样嘅，系。但系咧一路咧，哇，越战越勇吓，咁啊跟住咧，哇，最后咧仲系真系差0.1分就输咗少少咁样吓，即系好犀利。其实咧，真系如果以咁样嘅进步咧，你真系进步神速、啊。其实当时系咪你一个策略嚟嘅咧？都唔系嘅，可能啱啱嚟到。即係香港咁大型嘅比賽啦，有啲唔習慣都好緊張咁。之後慢慢適應咗之後，即係熟習曬身邊啲人同埋評判，加上環境之後咧，就揾到自己啦。開始即係揾到自己想要，即係想話俾觀眾聽，我想表現啲咩俾觀眾聽咁樣。咁其實咧，阿克咧就係、是、嚟自廣州嘅，係咪？廣州嚇，因為你係喺廣州出世，廣州出世，咁啊一路喺嗰度生活嘅嚇，咁啊。特登真係嚟香港參加今次呢個歌唱比賽嘅，係啊，嗯，因為其實嗰陣時好想去台灣超級星光大道嘅、啊，因為國內有少少簽證嘅問題過唔到去，咁咁啱嗰期亞視又舉辦咗個亞洲星光大道，咁我媽咪見到電視有一個內地賽區嘅報名，咁就叫咗我去報名，咁我就去報名就自從。一報名唱完海選之後就入咗去亞洲電視，咁一路就玩到尾啦，玩到依家啦，今日啦嚇。喂，咁其實咧嗱，即係你係咪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唱歌？咁所以你媽咪都知道你中意唱歌噶啦，咁啊即係一見到有比賽就叫你去參加啦咁樣啊。都係嘅，因為全家人都係玩音樂嘅，因為爺爺嗰陣時喺北京做指揮家啦，嫲嫲唱女中音啦，爹哋就吹小號啦。咁自細都受屋企，你媽咪都係唱歌嘅，我媽咪都係唱歌，去登台啊，周圍。咁自細就受呢個屋企音樂世家嘅薰陶，就愛上咗音樂。咁其實自己都學過好多樂器嘅，咁因為。始終中意唱歌啊，咁就放棄咗好多鋼琴啊、吉他啊，或者saxophone小號啊嗰啲。其他樂器嗰啲你就即係唔咁專注啦。唔咁專注。係專注喺唱歌嗰。係啦，其實我爹哋好想我子承父業，去成為一個出色嘅小號家、音樂家。但係我就係中意唱歌，冇辦法，所以就學咗年零兩年就放棄咗。唔可以兼顧嘅咩？我自己都有冇谂过兼顾啊？都有嘅，但系都系中意唱歌咯，所以就放弃咗
即係要專心啲啦，咁樣專心啲啦，一心唔可以二用啊嘛，我係 OK， 咁啊專心要唱歌咁樣，咁、於是就即係有呢個歌唱比賽，梗係唔好放過啦，咁啊參與啦咁樣。其實你自己即係初初嚟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有冇信心？又或者其實你自己嘅諗法係點？冇㗎，嗰陣時就想話試下自己嘅實力可以去到邊啦、咁因為其實喺廣州嘅時候都有參加唔同大大細細嘅比賽嘅、都係唔理想嘅，都係第一 round 第二 round 就俾人摟咗嚟，咁難得有個咁好嘅大型嘅比賽，有個咁好嘅機會，我都想好好去把握呢個機會。就自從知道自己入咗圍，可以嚟到香港上電視啊，好開心啊，咁跟住就不斷去每日六至八個鐘去 train 自己嘅聲音、或者去練習、比賽嘅歌曲咯。咁試下咁樣。喂，咁不過嗱，即係其實咧，始終叫做過江龍喎、你嚇。咁初初嚟嘅時候，即係當然係唔習慣啦，係咪先？即係始終唔係自己嘅地方啦。我諗樣嘢對你嚟講都係陌生啲啊。好陌生啊。係咯，即係令你覺得最唔慣嘅係乜嘢嘢？有冇啲你特別覺得你唔慣？其實唔慣嘅可能係有少少廣州人講，即係講嘢嘅方言，或者有少少口音，同埋香港人係唔同。雖然大家都係講緊粵語啦、廣東話，但係可能嗰陣時啱啱初嚟香港嘅時候，有少少即係可能你哋講冷氣，我哋會講空調啦；講雪櫃，你哋講雪櫃，我會講冰箱啦。咁會俾人笑嘅嗰陣時，就會有啲即係好心啲嘅 friend 就會即係同我去 train 下點樣可以講一個地道香港嘅廣東話。咁嗰陣時最唔慣就係你哋係同人溝通，溝通嗰時會有少少好似你大即係大陸人嚟到，好似有少少。又唔係歧視嘅，即係好似奇怪啲咯，奇怪少少咯感覺。咁我就同自己講，我一定會學識曬香港嘅方言。咁啊，朋友幫你係嘛？係啊，朋友。嚟我俾幾堂你咁樣係嘛？係啊。咁啊，終於就學到而家同你講嘢，我真係完全都覺得你真係好地道香港人。Thank you。係嘛嚇？即係尤其是嗰啲，譬如話有啲口音啊、發音啊嗰啲都好 OK 喎。不過畢竟你都幾年咯。是不是兩三年啦。係咯，都兩三年啦。咁啊，其實呢即係喺比賽啦，咁啊都玩咗好長嘅一段時間啦。越戰越勇嘅原因係乜嘢嘢呢？越戰越勇嘅原因，因為係唔想即係既然入咗嚟啦，我唔想衰俾人睇，即係好想有個機會，因為自細嘅夢想就係好想做歌手，咁既然有个咁好嘅机会，我就好想好好地去把握，咁就好勤力地每次都去练习，每次比赛嘅歌曲，直至到攞到第二名，我其实已经觉得冇输嘅，其实已经觉得赢咗自己咯。你曾经有段时间咧，好冇信心嘅，我知道，系咪啊？有一段时间嘅时候。嗯，有冇人帮你去重拾呢个信心？因为纯粹自己调整翻自己嘅态度啦。咁其实评判都帮咗好多嘅。咁周国峰老师啊、肥妈、吴国敬老师嗰啲都帮咗好多嘅。咁因为点解冇咗信心？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跌咗入去失败区，好惊自己冇機會再去唱歌，因為咁難得嘅機會，所以嗰段時間就係、最失落咯。連自己嘅信心都冇埋咁樣。冇埋嚇，咁好多謝一班評判同埋身邊嘅參賽者，同埋台前幕後嘅即係導演監製都好鼓勵我哋。喺嗰段時間重拾翻信心，咁就一直衝到去決賽啦，咁啊衝到好成績添啦，係嘛嚇？咁其實咧，即係話你哋呢一個比賽咧，我覺得咧，即係同隔離台嘅比賽咧就有啲唔同。我發覺即係你哋咧呢一班嘅參賽者咧，同班評判咧嗰個關係咧係建立得好，即係好有儀式啊！系嘅，其实我哋真系好似一家人咁，每次录影完都会大家一齐去食饭，去探讨下我哋今日嘅成绩，今日嘅即系你唱得点样唔好啊，或者唱得点样好，评判真系会
由头到尾话翻俾我哋知咯，即系令到可以下一场比赛会更加好啲咯。嗯，咁变咗即系其实亦都令你我谂喺呢个参赛过程里边，即系好似真系加入咗一个大家庭。加入咗大家庭，同埋学到好多好多嘢。系，咁同埋我知道阿肥妈又好照顾你哋啦，系嘛？无论你哋赛前赛后啊，咁样肥妈都好照顾你哋啦。嗱，咁啊，即系喺比赛里边得到好成绩之后，咁一路就留喺香港发展啦。系，咁啊，直至到而家啦，直到而家，一切都习惯晒啦，系咪啊？都适应晒噶啦，都 OK 噶啦，都 OK 啊，唔错啊，真系。喂，咁啊，最近咧仲啊出埋呢个新歌咯，出唱片，系啊，新碟系啦，而家派紧台啦，系啊，十年未满吓。其实都等咗成差唔多两年时间，系咯，两年时间。咁其实一直比赛啱啱出嚟嗰阵时，好迷茫嘅，唔知。究竟是繼續在這堂發展啦，定是怎樣的？咁好慶幸地啦，好多謝肥媽啦，就簽咗我就做歌手，就將我嘅唱歌事業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咁就等到依家。終於可以出到第一隻碟啦，係係，好開心嘅其實自己。肥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除咗話即係俾你簽咗你做歌手啦，咁我幫你喺呢個事業上面去打開嗰個一條路啦之外，佢喺其他方面有冇幫你？譬如話佢有冇俾啲咩忠告你啊，或者係佢有冇點樣其他方面？即係你行出嚟每一步，佢都會同你執曬咁樣樣。都有嘅，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唔鍾意讲嘢好内向嘅一个人，好冇自信嘅一个人，即係除咗係唱歌方面有自信，其他方面都冇自信。喺跟自从签咗肥妈之后，肥妈真係教咗我好多好多嘢。佢话你做一个 artist 一定要讲嘢呢样，即係无论你唱歌做戏几叻都好，讲嘢呢样嘢你一定要克服。同人溝通，同人溝通，我以前真係唔中意呢樣嘢嘅，好即係好自己收埋自己嘅一個人咯。咁好多謝肥媽幫我打開咗呢個心靈心結，心結啊叫做。咁我而家都會好主動去同人傾偈、講嘢咁做訪問咁樣啊，學下肥媽就得㗎啦。係啊，喺個身上已經學到好多嘢啦。係咯，你同佢傾多啲偈，可能都已經學到嘢係嘛？咁啊，即係肥媽喺其實喺你哋待人接物啦，各方面嘅嘢咧，佢都會同你哋一即係好細緻安排啊。都會嘅。嗱咁啊，既然咧有咁好嘅呢個叫後盾啦，係咪支持啦？咁啊，今次出碟咧，咁啊，你自己又帶住一個咩心情去面對咧？緊張、興奮、期待，跟住有少少開心嘅。咁因為咁依次呢隻碟都即係冇肥媽都唔會請到三位咁有份量嘅製作人去幫我produce呢隻碟。係啊，有邊啲製作人幫你？郭靖老師啦、張家添老師同埋方雪良老師嘅。係，佢哋係做你嘅監製。佢做我嘅監製。係，咁今次譬如呢一隻碟裏面有幾多隻歌？有六首唔同風格嘅慢歌啦。咁其實點解有六首唔同嘅慢歌？點解唔會有快歌嗰啲？因為其實知道我比賽嗰時都係唱慢歌為主，因為我想始終都係第一隻 EP， 我想將自己最好嘅一面、最拿手嘅嘢，即係呈現俾大家睇先。咁如果你話想見我跳舞啊，或者唱快歌啊嗰啲，其實喺第二隻碟度會見到咯。因為其實而家都自己都構思緊第二隻碟點嘅嘢，已經構思緊第二隻碟啦。係啊。即係有啲嘢咧收埋先係嘛？係啊！第一次俾住咁多你睇先咁樣。第一次俾住啲最拿手嘅嘢俾。俾住啲最正嘅你睇先。係啦、啊。咁、我仲喺度秘密練兵咁啊，係嘛？喂，嗱，你第一即係首俾我哋聽嘅歌咧，就係、《十年未滿》啦。喂，呢一首又唔算係即係絕對嘅慢歌喎、啊。我覺得呢首歌係好即係好啱香港人嘅口味啦。因為我覺得香港人中意嘅係比較朗朗上口啊，即係容易上口嘅歌 ，K 歌少少嘅，咁我諗都唔會令人大家失望嘅。嗱，咁其實咧，即係今次都係一個開始啦。咁對於阿克嚟講咧，咁你自己喺未來自己嗰個發展上邊咧，你自己其實有啲乜嘢諗法，或者有啲咩期望咧？都係做好自己本分啦。不過而家有少少嘅
目標或者夢想是可以代表星光家族去上年底的頒獎禮度攞新人獎，去為即係為香港樂壇出一分力啦，即係為星光家族增光，呢個係我目前最想做的嘢。即係喺年尾啊嚇，出年年頭嘅頒獎禮，各個頒獎禮裏邊，希望咧都可以即係攞到獎，攞到獎，即係覺得自己好似一個代表嘅身份咁樣。咁我都希望其他星光朋友都可以出到自己嘅碟啦，都可以一起上到去頒獎禮更加好啦。係嚇，咁如果再長遠啲咧，你其實都一路都係諗住繼續喺香港嘅娛樂圈度發展㗎啦，係咪？長遠啲我冇乜點諗，但係目前我就係好想做好唱歌呢樣嘢先咯。你話唱歌跳舞做戲嗰啲，慢慢嚟咯。都有興趣嘅，但係我想做好呢隻碟先。我諗你最緊要都係唱好自己嘅歌啦。係啦，因為即係好似話你話你爸爸想你學嚇樂器，你都話唔學住啦。等我唱好只歌先咁样样，系咪啊？系咯，咁啊做戏啊，唔做住啦。等我唱好只歌先咁样，系咪啊？系都系咁谂啦。系咯。好啦，嗱咁啊，希望咧你呢只新碟成功啦，系咪啊？咁啊，俾心机啦，都有更好嘅制作啦，好唔好啊？好，多谢晒你吓，唔该晒邝瑞克。OK， 拜拜。拜。却爱情的阵痛感受活埋了，热情麻木，冷静也失调。一刹那回忆，面对过去却不懂笑，似梦凝住了，落痕淡化不了。若发现爱得太少，余生的感应有多少？那天我可望穿秋水，自有分晓。失会剩低的浪漫，真心瓦解，灵魂吹散。错爱没转机，越爱变越难，仍在继续放手之间。漫无目的总是烦，捉紧过的如今比失去更感叹。现实灵魂结伴，一切也美满。相信眼前的受了感动便融化，若然难耐会令爱升华。一刹那回忆，是你看到我的心吗？似梦凝住了，但如愿变真吗？让我运气真太差，连相恋的路也偏差。以心代心，我可不可清真假？失会剩低的浪漫，真心瓦解，灵魂吹散。错爱没转机，越爱变越难，停在继续痛苦之间。尽情地亲身示范，终于我心能一起走。灵魂吹散，错爱没转机，越爱变越难，停在快乐痛苦之间。尽情地亲身示范，终于我心能一起走，是我所盼。以十年为你等一切。
问谁愿放手，一切会习惯。乐坛嘅新力军啊，吓邝瑞克啊，咁啊，啱啱咧头先同我哋倾咗偈啦，都系嗰句啦，继续俾心机啦，吓咁啊，十年未晚啦、啊。